哦，这个颜色好漂亮，红色的茄子，哦，这个螃蟹藏在这里应该很久了，哦哟，哦哟，它，哦，哦，挺凶的，啊，哇哦，颜色好漂亮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你看一下这个排水口这边啊，好多的鱼，哇，密密麻麻的都是一群。 看到没有？哇、哦，跑到那边去了，太深了，还是不要进去了。去其他地方找一下吧，这边好多看，哎，都被我吓跑到那个排水口里面去了。我们先去其他地方找一下吧，这个太深了，不能下去。过来这边找一下，刚才那里太深了，而且今天又没有带工具，所以说那里就。 不着了啊！一个石块，走吧你。哎，这里，看，螺，哦，听到声音了没有？颗颗的，看，嘴巴直接含进去。啊，这里还有两颗，哇、哦，好漂亮的蛋蛋！哎，给它带了4颗。 这边的海草也是比较茂密的，所以说的话，因为它们很难握进去，就给我捡了不？哎呀，踩了一个牛屎螺来的，个头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袁，咱们下来赶海了。 这边的话好久没有过来了，先在这边找一下。这里有螺，哦哦，这个、哎、跟一个壳似的，看，哇，好大个，都成精了。哎 哦哟，哦哦，这个颜色好漂亮，看，哦，红色的茄子，哎，哦，这个螃蟹藏在这里应该很久了，哦哟，哦哟，看，哦，哦，挺凶的，啊，哇哦，颜色好漂亮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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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力气好大，这个可以。 这下青蟹的话挺贵的，100多块钱一斤呢。哎，啊、哦，好漂亮，这个挺有重量的，收，好久没抓青蟹了，来上货，继续找，看还能不能找得到。哦，这里，哇，什么情况？看，哦，好多螺在这里呀、啊，看，喂、哎，喷水。 收了，看看看，哎呦，哇，好美呀、啊！这嘴巴张得很大，而且很多。哎呀，直接聚集在一起了，哦，这个好肥哟、哦，哇塞，好漂亮，收回。这里有一个。
哦，哇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大个，看大个头。哇，哦，看我桶这里的螃蟹都要跑出来了，哦，它好凶啊！这边，哇、哦，好美呀、啊，看，哎呦，哦，喷水，那这里，哇，哇，三个，哎呀，收，哇、哦，它要逃了，哈，哇、哦，好凶啊！今天没有带绳子过来，哎呀。声响，那啥来着？你这里，哇，这个在动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有点怕怕的。这个带了啊，先拍一下。哇，这里，哇，流口水耶！看，哦哟，美不美啊？这些。嘴巴张得好大，好漂亮！哎，给它带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哦呦，收！就去前面找找。两颗，哦呦，大个头哦，来了啊！哇、哦，这里，哇，看，刚看到它那个嘴巴是红红的，它现在含进去了，所以说挺容易发现的。这个三颗，哎呀，给它带了，好，可以。这个太小了，就一点，不要。这里，哇塞，哇，弹进去了，好活跃啊！看，哎呀，又张开了，咦，好美，收。这里有两颗，哦，这个刚弹进去了，哎呦，这个速度可以。这里有一个，今天捡的好过瘾啊，主要是捡了那个螃蟹就已经很值钱了。喂，这边也有，先放桶里。那这里，哦哟，好肥。喂，这里。几颗嘞？带了，还有一颗，三颗。
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，挺不错的，这个就很值钱。哎呦，好鲜呐！咱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雪儿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？下期见了，拜拜。